现在的社会中，忧郁症已经不再是只有大人患有的病症，很多人在青少年时期已经有发病的迹象，所以我们需要多关心、多倾听，不要不理他，说出来，一起出去玩，以及鼓励就医。毒品对上人的侵害也是越来越严重，我们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，毒害一生，枉费一生，反毒一生，保护众生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修女是主角的忧郁症，而天使的原型就是主角的快乐。不管如何，这个世界又会复成原来幸福美满的模样。小贤从小家境优渥，不懂你的所有，恐惧。
唉，不管了不管了，我们去唱歌吧。不要，处理这些麻烦的事情真的让我很累。很好玩，我先走啦。回到家后的小新总觉得不太舒服，就这样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。是来救我的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贤。你就是你来救我的吗？谢谢你。不，我是来摧毁你的。你是谁？我是女巫，我要来消灭你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哼，你居然还敢这样问。早上是你忘记了吗？平时你嚣张跋扈、欺善怕恶、不尊重同学，就这样随意的批评、践踏别人。你以前怎么霸凌别人的？我现在就怎么还给你。我，那是他们不对，我没有，我没有欺负他们，你不要靠近我。哼，你没有。难道你不知道，就算没有肢体接触，对别人恶言相向，造成别人的不舒服，也算是一种霸凌吗？我不知道。不用解释了，一切都太晚了。嘿嘿嘿，没有人会来救你的，一切都是你的自作自受。我吧，我可爱的娃娃们，我吧。小贤，起床了，要上学了。小贤，你要我叫几次？你快迟到了。我还活着，难道这些都只是梦？你起来恭喜，赶快去上学。一路上，小贤都在想，是不是自己的所作所为真的影响到了别人？他从来没有想过，原来自己才是别人口中的霸凌者。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拜托不要伤害我。没事的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的态度不好。每个人都是平等的，我不应该用有色的眼光去看待他人，更不应该照着自己的家事就随便欺负别人。现在我想好好的改过自新。你愿意原谅这样的我吗？嗯，当然。谢谢你。经过了这次的事件，小贤从此不再霸凌别人，并且让他了解，原来真正的弱势才是霸凌者。你还在霸凌别人吗？Schon sind wir zu, okay, bei uns ja
放归还给我们的工作人员，我们工作人员发麦克风也是他回收，这样子 OK。 好，你在干嘛？我在乎你啦。哦，不用，不要。你又在干嘛啦？我在想你啦。哦，不好意思哦。干嘛？我正在看你啊。英文怎么讲？ I'm watching you 啊。让我欢迎高二一代的表演。I'm watching you。师父站在讲台上，准备开示众人。各位信众们，你们可知政党恶斗，热色不分男女，在选举前大造声势，互相抹黑，操弄媒体，制造枪击案，再开几张空头发票，赢得五都胜选。虽说台湾的未来就像大陆的雾霾一样，前途一片迷茫，但是你看看师父头上经年累月的一顶圣花。抓到了吧，死秃驴，就说你头上的法菜都是假的吧？不，这个就是你眼睛业障重了。我不是买不起落剑，为什么说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？头发是愚蠢的象征。看看你头上有几根毛，再看看海涛法师头上那一抹神圣的光明顶。中国的自入性行销还扯呢，气！大恩师父。妙禅讲完话后，发觉台下有些人似乎有些疑惑。来，你过来。你最近股票玩得怎么样啊？惨遇，全盘皆输赢。投资这个干嘛？盖座庙当庙工，整天爽赚香油钱。赞叹师父。哎，那你呢？那天卖了这么便宜，你这样真的有黑到钱吗？物价上涨实在是喘不过气。哎呦，有人说蚵仔煎一定要加蚵仔吗？你有吃过有太阳的太阳饼吗？还有你啊，我看你最近手头有点紧哦。你的班费都收多少啊？8000块。收81000嘛，贪污是合理的，多了你就放口袋啊。赞叹师父。我就说你是来教人削钱的。又是你，每次都是你，你是闹够了没有？ I'm watching you every time, everywhere。 那你说现在大家一个便当都吃不饱，要怎么办？这还不简单，吃个两个啊。
核心食品充斥，你说到底要如何解决？你吃了有生病吗？还不是过得好好的？所以我才说，过劳死的人都是因为本身就有病。啊，oh.